Hello， 喂，早晨啊，系啊，系啊，嚟到讲古世一嘅时间啦，乔飞喺我隔篱啦，咁啊，系我唔好，我记错时间，系啦，太忙太忙。话说我啱啱咧就谂住去食烧鹅髀啦，烧鹅髀乳猪相拼咁样样。系啊，阻住你食饭啦，咁就唔好啦噃。跟住咧，我饮完个汤，跟住阿姑就 WhatsApp 我，你去到边啦？话咩啊？咩啊？咩事啊？咩事啊？跟住我即刻飞的，跟住之后个司机大哥。非常出色，好快喎、啊！其實你收咗電話，好似十分鐘唔到就嚟咗呢度啦。真係，係啊！即刻搭的士，跟住之後四廿幾蚊，俾10000啦，喂，唔使找咯，飛咗上嚟即刻就。大方。唔關事，跟住之後最大方係咩咧？最大方就係咧個老闆娘咧。哦，你我飯未拎啊？哦，你未食。跟住之後佢俾咗張單我，你一陣翻嚟食啦。哦，哇，幾好喎、啊！真係，我淨係飲咗個湯，我未俾錢啊。我一個零鐘之後，我翻去食翻個飯。餐廳你要幫襯下，下次再開。真係屋企附近。灣仔啊嘛。咩有冇加凍飲啊？直情係跟餐冇凍飲都嗌杯凍飲啊！呢個狀態真係一陣晚餐都過去食埋。晚餐唔得，喂！你一路係咁食呢個，係咁食呢啲燒味會死人。咁啊。係啊。但係咧，講翻個市咧，哇！好勁啊！而家開始咧 ，A 股嗰個狀態係，哇！半日已經萬幾億成交啦，翻曬嚟咁。頭先見到話創咗新高啊嘛，1.8萬億元咯，啱啱插咗歷史新高啊，個成交額，同埋升得好勁喎 ，A 股方面都見睇到上證指數升咗6%啦，深證成分指數係升咗差唔多10%喎。嗯。哇！好勁啊！但是港股都不差的，港股是慢了下來的，你看到 A 股是直接是抽上去、你是頭也不回，但是港股是有幾下回，大家都會開始鏡幾樣東西、就是你這麼大成交之後會不破頂，是不是開始要食糊啊，或者大家不願意再去追貨啊，開始見到身邊那些人呢是將手頭上的蟹貨呢扔出來的、大家見到我見到我啱啱見到 Joy 佢話：，我阿里巴巴沽咗啦，我翻咗家鄉啦。其實好多啲咁樣嘅情況出現。咁再追落去咧，你一路有贏嘅咪一路有追咯。你一路冇贏嘅，而家先至嚟追，有啲遲。有啲遲，係啦。咁同埋就係會變成咗好短炒咯，可能玩日內。你點知10月3日翻到嚟，哦，原來冇北水嘅，跟住點咧？唔知嘅其實，即係大家都放緊假，係嘛？咁。同埋咧，開始今日即使嗰個走勢圖咧，期指啊，同之前嗰星期四、星期五嗰兩日升市咧，有少少咁多嘅唔同，都係升，但係就唔係嗰種一路係咁衝上去，而你係中間買唔到貨 ，FOMO 嘅。但係而家咧係有少少開始啊，我有啲位俾你買喎。咁正股咧 keep 住啲正股咧，咁繼續揸啦。但係如果你係牛仔啊 call 嗰啲咧，我開始會諗食，因為即係短期太癲啦，短期太癲，我唔敢再追落去啦。好啊，港股而家個成交都去到3000億喎，應該今日都會再破4000億嘅成交額啦，係啊，而家都升600近700點啊，係啊，都做得好好。係頭先都見到係話食糊啊嘛，好倉係咁樣不斷流出去食糊嘅，都係 keep 住開淡倉咯。淡倉過去係連續咗開咗8日啊，流入咗差唔多9億元 total 咯。就每日咧就差唔多有1億元嘅資金係流入咗淡倉嗰入邊咯。嗯，係啊。哇！夾足8日都未死到勁。係咯，但係個淡友都幾堅持嘅，但係你睇街貨圖，其實日日都見到係好多熊仔係被收回咯，被打靶咯，係啊，都因為始終個市真係升得太急啊。嗯，係啊。啱啱有朋友講起北水割韭菜嗰樣嘢，咁啊，內地其實都有100間左右嘅公司咧，係啲高管啊或者管理層咧係減持嘅。嗯。跟住啲網民即刻就話：，哇！你而家呢啲咪～食相好難睇啊！即刻割韭菜啊，各樣咁其實係啱嘅。內地其實係咪真係即時個基本面改變咗先？未喎、啊，係要睇實個經濟係咪真係有改善咯、啊。而家係預期會有改善，咪預期個市會有改善，係咪就可以話咁快，然後大牛市再衝上去咧？甚至乎呢一轉好多一啲對沖基金啊，一啲海外嘅大哥啊。
著名投資者都出嚟講啊，我而家淨係買港股啊，買中國股市嘅啫，全部all in曬落去啦。咁但係事實上佢哋買咗未咧？買得幾多咧？或者佢哋買夠未咧？即係呢幾日咁樣你見到哇係啊好大成交，但係未係感受到係好買夠，或者佢哋中間會追貨，但係唔會係主力踢上去嗰一班。咁都要睇實筆水呢個今個星期冇啊嘛。如果冇筆水嘅情況之下，那個成交量可以做到幾多？咁港股係咪可以繼續去破位咯？咁都可以觀察一下外資有幾真係有去買翻港股嘅力度有幾多咯？係啊，今朝都出咗數據啊，其實個 PMI 都勝過嚇勝過預期，不過就仍然係收縮嘅水平咯。係啊，但係呢個數據係反映咗八月份啊嘛，所以而家政策係啱啱出，所以都睇下九月份到時個經濟數據。要11月係啊，兩個月咯，睇埋。其實呢件事咧，其實個時間點幾啱嘅，就係我係當日炒開關，喺11月炒到去1月幾，炒3個月。跟住咧開始出到嚟，咦？原來開咗關嗰啲經濟數據冇明顯地變好喎，冇因為通關所以中間嘅憧憬係真係實行到喎，真係可以即係成功咁憧憬啦。咁見到227，跟住就跌翻落嚟。其實呢件事就係、是、哦，諗有冇3個月炒咯。咁但係就算俾你有3個月炒啊，你都係中間會吃下糊，會唞下氣，揾啲新嘢追。其實中間大家追過好多嘢啦，內地金融股啦、ATM 啦，跟住可能已經唔係追指數啦，或者甚至乎1299啦，跟住之後內需啦、內券啦，跟住內房啦，呢啲全部都係有升度嘅。咁下一轉再嚟係要玩啲乜嘢咧？咁就下一轉先算，因為基本上呢一轉我有追嘅嘢都追曬啦，都有跟住地追1918都炒埋啦。咁仲想點啊？係啦，咁啊有啲。講到要租客租哦 ，OK， 傾翻。咁指數應該呢一刻你唔會想做淡。冇可能啊喂，冇可能做淡啊。係啊。即係而家睇翻嗰個支持位咧，我當你20008啦，都有600點喎。同埋就係今朝你見到喂214原來有個阻力，跟住炸翻落嚟20209210喎，然後又夾翻上去喎。呢一個佢係有破頂，但係唔係前兩日破咁多。咁變成咗，因為你要睇埋夜期啊，或者一開出嚟嗰一下，因為以往最得人驚嗰款咧就係、是、一早見高位，然後回落嚟，呢一個係最令到大家追唔到貨，一定要錯過嘢嘛，係嘛？咁啊睇下而家第一樣嘢回唔回穿208咧？回唔穿208，其實都仲係升浪嚟嘅，仲係諗嘢去買嘅，或者就係有正股係繼續 keep 嘅。咁但係而家淡友去到邊度其實？淡友啊，其實而家啲紅咧真係出唔切啦，個選擇都唔係好多，同埋個重貨區或者係最多加倉嘅位置全部都收翻咯。係而家如果話最多呢、這個剩低呢個重貨區就21300點樓上啦，已經係去到係啊。咁我哋都已經加咗貨嘅啦，但係要大家要再等一下咯。同埋而家去做紅就係、是、做淡啦，真係又唔係太建議嘅，因為始終都驚佢見個政策係咁出啦。同埋呢個時刻啦，那個氣氛其實大家都係睇好嘅情緒比較重啊。而家去做淡就唔係一個太穩陣嘅選擇咯。兩雙頂住個市出新輪呢件事，我頂住個市要幾多錢？然後我出新輪可以贏到幾多錢？呢件事自己計下嗰個 risk and reward， 你計條數已經知道，即係唔使喬飛答啦已經。同埋我哋其實都有出嘅 keep 住出，但係出咗就好快到價。好快都拜拜。係咯，我都誒呢個輪好似啱啱先上嘅喎，但係已經到價啦。係咯，就輪價會偏貴啲咯，係啊，一陣都會推介啲俾大家選擇嘅。係，咁我哋講下啲嗱，如果牛仔一最貼喺邊啊？19100啊。係啊，而家喺睇下我哋牛仔嘅選擇。1700呢啲真係對住佢唱歌咩？睇過。而家最近最貼咧就5109咯，呢個收回價係19382，呢個而家係市場上邊最貼嘅一個啦。咁槓桿10倍咯。係啊，如果睇好就係國慶可以再有一波行情嘅話咧，就呢個牛會啱啲。如果想槓桿再高啲嘅話，就可能要再等多一日多。放完假先啦。係啊。係啦，咁啊因為點解會熊仔會買咁多咧？第一就係熊仔貼啊嘛。係啊，牛仔係冇辦法，係冇得減啊。
係因為佢升得太快。同埋佢係好，佢係大家搏緊個高槓桿啊嘛。啊，你見到一邊十倍槓桿，一邊七十倍槓桿，我揀七十倍槓桿嗰邊搏，你唔係你係搏緊贏嗰邊啊，你唔係搏緊高槓桿嗰邊啊。嗯。即係呢件事四千幾億咁樣夾上嚟，正常啊。就算你唔買啊，你都唔會沽啊，係嘛？你都我都係等下先啦。哇！真係割韭菜嘅，佢割韭菜有樣睇啊嘛。之前嗰幾次咪就係你嘅經歷咯。咁但係今次係咪之前咁嘅經歷啊？唔完全都唔係。你啲淡友都算之堅持啦，過去八日都係咁加喎，但係係咁加就係咁夾，所以我覺得睇到都唔夠膽再追啦，係嘛？係。都見到其實中央都有啲決心嘅，係咁出招咯。係而家而家大家悔改啦，係嘛？越嚟越相信主席嘅能力啦，真係啊！即係唔止主席啊，直情潘功勝勁啊！睇下係聽後日再睇下咯，係咪淡倉都係咁樣加落去咯？觀察下睇下大家淡友係咪再都係咁堅持嘅？不過升咗咁多，有啲健康性嘅回調都係有可能嘅咯。但係長期睇就唔好有機會，佢就算回翻落嚟咧，去嗰、那個以往我哋講嗰個橫行區係萬七萬八嘅嘛，而家嗰個橫行區可有機會係萬九兩萬，你褪高咗。佢就算回翻落嚟，都唔會翻翻去以前講嗰個位置。咁但係啊，大家講話啊放水，事實上係有冇放水咧？事實上係將啲錢調嚟調去，佢真正地放咗水係個一萬億嘅降準。嗯。咁但係個一萬億嘅降準係之前降過噶嘛？而呢一件事啊，仲要密集式咁樣去出個政策，係仍然炒緊嗰個短期嘅政策市嚟嘅。嗯。就並唔係話一個好遠嘅一個憧憬行落去嘅。所以呢一轉就係、是我自己而家嘅做法就係、是、正股嘅有就繼續有 ，keep 住嗰啲嗰啲牛仔嘅就慢慢騰，跟住剩翻咧就可能炒下期指咁算數。嗯，咁至少一樣嘢就係我揸住咗啲正股喺手，係啦。咁啊有貨揸貨，冇貨就唔好再高追啦，係嘛？呢個意思。高追嘅話咧，你買。你會買衍生工具，因為去到呢個時間咧，大家會有一樣嘢，哇！我賺唔夠啊，唔夠貨啊，咁點算咧？我隻隻都想買，但係唔夠錢啊！呢、這個時間就係衍生工具嘅發揮嘅時間。係啊，冇錯。你一隻正股，你可能兩三隻正股，你可能已經買曬，剩翻嗰啲錢，你又變成咗哇！我而家呢一隻有政策喎，我去買呢一啲，或者呢一啲要短炒喎，我又去買下啲衍生工具，就變成咗係咁。咁啊，睇翻咦嗰、那個資金流係其實做緊啲乜嘢咧？資金流我都見到傾問。他想問388啊，頭先我見到咁就係啊，你資金流都見唔到，資金係入咗港交所嘅呢一排啊，係係啊，真係大家都見到嗰成交額日都做得咁高係嘛、嗯，所以都想追下388嘅。388好倉。係啊。喂，有隻貼價喎，25055喎。係啊，呢、這個都多人追嘅。388睇五嚿水有咩工具？嗱，玩住呢只先，25055。嗯。呢一隻係at the money啊，行使喺行使價附近。呢個對沖值高嘅，就輕微價外咯。咁明年一月份到期，咁實際槓桿有5.7倍嘅。係。係啊，咁輪價貴少少啊，因為佢始終係就嚟到價，同埋個到期就係嗰個都係短升嘅，唔算係太長升。嗱你輪價貴咧就梗噶啦。咁因為你其實第一出唔切。第二好多已經升到上去行駛格附近，全部都五格輪，甚至乎已經十格輪噶啦。咁呢一個就係你係繼續睇好正股而去買，就唔係話就唔係話，我可能炒呢度五格十格未。係啊，同埋呢個其實佢嘅槓桿都算高嘅，有6倍啊嘛。係啊。過去兩日其實都係 keep 住有資金去追港交所嘅豪倉嘅，同埋都見到佢 IPO 嗰一塊咧，因為嗰個美的嚟其實做得唔錯啊嘛，所以其實 IPO 嘅氣氛都唔錯啦。哇！美的生得逢時啊，真係。之前就見話跌港股港交所個 IPO 排名係跌穿咗10 top ten， 但係而家又去翻咗，好似上半年可以去翻前五咯，係啊，第四啊。所以就好似 IPO 嗰邊又做得好啲啦，成交量又配合到咯。如果唔高追，只可以玩衍生工具，仲有冇其他策略？第一，你而家你咁樣問，即係話我根本冇買過啦，沿途呢度2000幾點冇買過嘢啦，2000幾點冇買過嘢咧，其實你就第一樣嘢，你真係試下唔係落後股，
試下買大，繼續去買大股。你高追你係希望佢繼續得噶嘛，而你唔知邊一隻會跟升噶嘛。即係好多人會去炒落後，炒落後嘅原因就係我已經有大價股。咁你而家你去買大價股，我慢慢試下先。或者就係如果唔想用衍生工具嘅，可能你用指數咯。可能你用指數或者一啲其他嘅工具咯，大把啦其實，係咯。咁啊好多嘅問題係啊，冇老牛就贏啊，即係冇老牛就贏就係子彈同埋膽量咯，係呢一轉係咁咯。你第一日追到你咪第一日掂咯，係啦九九八八牛啊，一八一零啊，跟住一二九九啊，九九六一啊嗰啲，係逐隻嚟，係太多想講啊，係啦，喂，仲有一隻未入價內啫，係啊，所以就係咯，升得太快就係呢個問題。嗯，咁啊但係咧唔使驚，係啊，唔使驚，你而家買咗呢只過幾日有隻新㗎啦，係啊，我哋好快會出翻新嘅俾大家，係不過呢個可以用住先嘅，見到今日都哇～上日是2毫子，現在是升到6毫子25467，這個實際槓桿現在都仍然是高的9.6倍，就留心這個是比較短身的，不過就輕微價外，對沖值高很容易到價的，還有不需要買下來，還有接下來我又看到大家開始炒作那個雙十一的概念，這麼快？很快的，現在10月是已經開始了，而家嚟緊十月啊嘛，係，但係我見到已經係有啲已經有大家已經開始討論緊呢樣嘢咯。嗯，係啊，因為與其揀阿里呢啲電商咧，其實因為佢要支援嗰個內需咧，其實內需可能係仲好啲，有消費嘅。你係啊，但係因為我都見到阿里就話將投入300億嘅消費券同埋啲利是啦，就鼓勵大家去佢平台消費咯。嗯，係因為之前上海都出咗嗰個消費券，係啊，全四川都出。係咯，所以大家就憧憬住。係。又係咯，京東係咪上到？九六一八有冇一啲 call 啊？都有嘅。因為咧，大家可能呢個時間嫌貴啊啲 call。是啊，唉，都是輕微價外咯。咦，這隻兩毫幾子喎？是啊，25054，現在兩毫幾子已經覺得很便宜了。當然啦，喂，剛剛六七毫子啊，車輪而家。是啊。即追不及是很正常的。是啊。有朋友問788是不是向上破？788向上破你都不應該看。這一轉就是喂炒一些 well known 的大東西的政策憧憬的，你請問那個塔有什麼憧憬呢？你憧憬個塔識得反轉再反轉，冇嘢好憧憬嘅，其實佢就係跟住個氣氛，我然後夾幾價，夾十價八價，你係一定跑輸個大市，冇乜意思。即係不如睇下大價股，大家一路問嗰啲大價股，就繼續去睇下啊一二九九睇咩位好，一二九九甩曬啦，星期五炒咗一轉，跟住哎呀縮，唔係撳翻，哎係啦，哎縮，OK，九九好，係啦。冇啊！星期五炒咗，仲要甩咗啦，冇啦，即係勁快。而家睇咩位好？其實講真，唔好睇阻力啦，睇支持啦。佢支持喺66.5啊！即係如果我唔穿66.5，我繼續 keep 住只1299咯。因為今轉大家講嗰啲阻力位之前咧，我當指數啦，203係阻力，跟住208係阻力。跟住你上到去，而家好啦，一路都穿咗啲阻力啦。咁仲點樣去諗咧？係咪仲點樣去諗個目標有幾多咧？你睇去嗰、那個去嗰成個氣氛係咪繼續係咁？繼續係咁咪繼續 keep。嗯。係咯，咁啊呢排咧其實追好倉咧，大家啲個股好倉咧，除咗巴巴緊谷多㗎啦。係。咁仲有咩其他真係大家會去追嘅咧？美團咯。美團。係、okay、啊。美團係升，美團同埋京東喺過去一個月科技股當中都跑出嘅，升得比較多嘅。係。咁啊，但係而家哇，全部入曬價內喎，有冇啲價內揀一啲細價嘅都得啦，就係呢只咯，25207咯。係啊。唉，價內輪啦，呢個實際講緊4.6倍啊，恆指價150元已經到價啦。嗯。係啊。美團嘅支持位就係165啊。咁，但係其實大家呢排都關注700啊。好啊，關注得好啊，有正股、啊。因為佢係啲堆
對比呢個美團嘅話，就相對嚟講係比較落後啲啊嘛，就升幅比較落後啲，係啊，咁即係而家你話再去買700攞翻420或者400蚊止蝕，我覺得係可以嘅，係可以嘅。相對上去真係冇咁癲嗰只，同埋係比較實淨啲嗰只嚟。如果講起個市要得嘅，你700點會唔得？你只不過就係係咪得700一隻，或者700係咪淨係買個 call？ 而家要買埋正股，即係你日睇好佢啊，你應該要買埋正股噶啦，其實。是因為其實上午看到它是450元有些阻力的，剛才開看到都破了阻力位了，其實都有些網友看得很樂觀，就說騰訊接下來這個國慶會不會有可以衝上去500元，現在是破了400元，如果可以站穩這個450元，上網空間是不是可以再看看500元的？是傾輝不要哭了，給你一隻牛仔，大手再加行 call 嘛，51069啊，是一路喊一路買，好冇？咁我知好感動。點解華泰打唔到個號碼入去？你去邊度買啊？你去邊啊？要你係打去邊度買股啊？你係用邊個平台？這個唔係 trading platform 嚟喎。呢個係我哋官網嚟嘅，淨係可以睇啊。佢係冇買賣功能嘅。係啦。係啊，所以係買唔到係好正常嘅，買到係有問題。你買到死啊！你買緊邊度嘅股票？係咯。941唔買啊！呢注。你不買電信，不買油，跟住追翻曬就係金融，內券嗰啲難啲啦，金融科技，跟住內需，呢一轉係易啲嘅。但係琴晚係因為今日個市夾得再勁啲，係因為琴晚都有內房嘅消息啊嘛，你係咪都要有睇啊？就係話而之前係禁住唔俾你買。佢嗰啲內房消息咧，你一睇咧，因為我睇華爾街見聞咧。全部都是成立都是是咯，你知不知道我這個消息最快知道是誰說，就是最快傳播其實是那些中介，就是賣樓那些咯。哦，他10點鐘我收到一個短信，他就說上海那邊已經有放寬的一些措施了，他說那深圳就應該都很快了，之後呢過了一粒鐘他說深圳都放寬了這個限制，我覺得有沒有那麼快，一粒鐘而已，跟住之後佢就叫你即刻約你睇樓啦。咁樣冇，佢就係中介好中意去散呢啲消息嘅，係啊，就覺得政策方面可以利好個樓市嘅氣氛咯。哦，今朝係啊，688啊嗰啲。今朝咪就係啫，1918咯。係啊，哇，升得好勁啊！你要揀就揀呢啲1109啊、688或者960咯，因為960都係癲嘅其實。係。即係以一隻實淨嘅內房嚟講，佢係癲嗰只嚟嘅。即係如果你覺得嚟緊仲有一啲內房嘅政策，內房嘅政策啊，唔係睇數嘅，數咧大家唔睇噶啦，應該都唔會咁快有效果咯。唔睇數啦，唔睇負債啦，唔睇有冇啲咩違規啦，唔睇有政策衝個線，呢一轉係咁話，你又睇下個政策仲有冇得繼續行落去，或者有冇多啲補充資料，你知佢而家係密集式嘅，佢嗰個套已經唔係組合拳啦，佢嗰套係日字衝拳，佢真係係咁打，所以內房都可以待定啲 call 嘅，都可以待定啲 call。我哋有一個960，其實應該喺688。941唔買啊，草牛等佢普升都唔會啊。係啊，我哋有一個長身啲嘅咯，中海外，但係其實係前兩日啱啱上嘅，但係已經間耐啦。係啊，6號幾啊，27556啊。不過呢個就夠長身咯，2025年4月到期嘅。是啊，27556 OK。 這排都多資金去流入了688的，但是我覺得內房是出了政策未必那麼快的，樓價就可以升回咯。它又不是要樓價升，它要銷售額升，買到先。但是大家如果衝入去買個樓價，自然就會升了嘛。那你這個是兩個step來的，買了先，買了多人買了，然後就會越來越提翻個價出嚟噶嘛。因為我記得咧，2019年嗰陣時，佢係禁住唔俾你買嗰陣時，反而係升得超快喎。因為大家都好驚佢遲啲又再出啲政策啦，唔俾你買啦，所以大家都衝入去。嗰陣時係2019年到2024年呢5年都係非常之咁痛苦啦。嗰陣時係我記得係誇張到咧，那個政策一出啦，隔晚喎，嗰一個樓可能講緊係600-700萬啦，佢係升咗100幾萬喎，10000。因為嗰陣時個政策出嚟係好瘋狂嘅。製造泡沫但
即係呢一樣嘢咪就係、好啦，呢幾年大家真係接咗嗰百幾萬嘅，個即係升多咗百幾萬嗰個樓，咁你咪諗下呢幾年我頂唔頂得到咯？即係因為你本身嗰個供應量係超多啊嘛，你本來就唔去到二區呢邊，冇可能嘅，呢個係製造出嚟嘅啫，個二區呢邊。咁所以內房唔好去諗銷量，唔好諗價，只係諗政策，係啦。咁啊啱啱700俾我 call 啦，跟住就係一路問住100啊，100。100你可以講嘅，佢如果係家電嘅，咁如果賣樓得多嘅，咁佢又會跟到，咁各樣嘢或者其實今日都有啲關佢事嘅嘢，嗰啲 SUV 啊嗰啲咧嚟緊會出啊嘛，上海今日有一個二舊換新車啊，補貼20000，咁啊其實都係預咗其他都會跟㗎啦，你只不過就係、上海係試行啫嘛。係咪？咁啊你話只小米再跟咧，我覺得佢係會慢過其他咯。呢一轉會慢過其他咯，因為你可以對比翻去揀嗰啲，你去揀嗰啲金融股啊，甚至乎揀啲好殘嗰啲，重點去支援嘅板塊咧，嗰啲快好多。你話100可以望到幾多？23.3，跟住再破可唔可以25、26？其實可能得，但係你慢過其他嗰啲。是啊，小米的資金流就比較分歧，有好倉淡倉，其實都有資金流入的，同埋都見到佢出年要進軍全球家電市場喎。係，呢只25339啊，都受歡迎啊，都出咗有啲街貨量喺度嘅，係輕微價外啦。呢、這個就年尾到期嘅，咁呢一隻輪就都比較適合而家去部署啊。係啦，而家嚟 call 3690，其實咧 call 3690嗰日應該係幾時咧 ？call 3690嗰日應該係派消費券嗰日，3.6億餐飲，你跟住之後酒店全部，你美團咪內需之王咯，即係你而家就係其他地方嗱，四川啊嗰啲開始都話要派啦，咁正常啊。而家我再追3690，我點先？我係咪165指示先？你話你咁樣搏得嘅 ，OK 嘅喎 ，OK 喎，你真係去搏呢一下再上啫嘛。但係上去有幾多，或者呢一段咁樣買貨非理性咁樣去衝，有幾耐玩唔知道。只係你覺得係一個音樂耳，你覺得係好快玩完嘅唔緊要，盡量玩到最後一刻，玩到開始冇錢贏咪停手咯。永遠都是這樣的，第一次來哇真的有這樣的成交額，我衝了衝到一天 而開始不對路，有一點點勢頭不同了樣，或者 A 股沒有再那麼堅， A 股堅到黐了線，那開始就想、是不是要食糊呢，是不是要沒有那麼狼胎呢，那到時才想，但是這件事是一定會發生，你不知道是下個星期發生還是玩多兩個星期才不知道，你要追的全部看住個支持位就可以了，你看住前面開個前面那些高位就可以了，因為它中間呢的個股很多隻都裂口，你補曬個裂口或者在前面前一日的高位已經是要走的了，因為你搏緊一些勁癲的情況嘛，你搏它繼續癲下去而已嘛，所以其實每一隻個股或者有些有政策憧憬的個股應該是這樣，應該是這樣玩咯。3690我哋啱啱有冇被 call？ 應該有。有啊，再俾多次咯。係。兩隻熊貓腳頭好，死都冇人有記得嗰兩隻，冇人記得嗰兩隻熊貓喎，大佬就係記得 ATM 喎呀。頭先係備咗呢個啊嘛，到咗價嘅呢個，但係冠軍都有5倍嘅。到價都有5倍咁勁啊！係啊，短身啲咯。個市係低下嘅 ，OK。咁啊，跟住之後941草牛搏去升，呢一段多唔多啲人買翻啲941牛咧？941啊，我睇下先。正股唔追，好倉加咗啲咯，過去兩日係啊，有啲入咗啲貨嘅941。但係941而家係咩環境？哇！唔係你忍得到呢啲咪得咯？你忍你如果好啦，攞只3690七隻9410.7隻都冇，咁呢一段係應該追咗，好似啱啱咁講追咗嗰一堆先啦，定係走去揀翻
941希望去補升咧，基本上佢唔會補升。如果941要補翻升咧，基本上個市差唔多噶啦，因為就係啲資金走883走941走一啲以往大家覺得好穩陣計到數嘅股票，然後 risk on 大家一齊走去買翻啲 ATM 啊，成日先至有呢一個情況。你係如果你係有其他嘅正股，你係應該調翻轉頭諗，我希望941同883要跌添，因為將多啲錢就調翻落去買翻啲有憧憬嘅個股，係嘛？所以唔會走去買941 call 咯。但係你話待住先啊，等個市真係唔得啦，然後我走去買咧，係有得諗嘅。但係前頭就係真係唔得，我會揀食咗啲好倉先，減咗啲好倉，然後先至慢慢，我將希望啲錢而家炒完一轉啦，擺翻入941啦，而941變翻強啦，我先至走去買941咯。嗯，好啊，呢一刻冇買住係嘛？係啊，呢一刻冇買。2318咧，其實佢都有啲受惠啲政策嘅，因為樓市好翻啲啊嘛，佢都有投資一啲2654俾咗941 call 大家先，2654啦，呢個就12%價外嘅，咁實際杠杆高嘅有13倍咯，係出年二月份到期嘅。係啦，咁啊啱啱講起嗰個2318啦，係啊，有正股，你有正股揸住嘅，再加 call 走嘅。哦，呢個都到咗價。因為當日咧，潘功勝講就係話，證券基金、證券基金保險嗰度有一個互換嘅便利，就希望喺嗰度釋放5000億出嚟。其實嗰5000億唔係真係國家俾錢你嘅，而係中間調嚟調去，然後有嚿錢突咗出嚟可以俾你，然後你咧去買股票啦，係咁樣。變成了，如果講咁大堆嘢，基本上都差不多為平安而設咁滯嘅政策。嗯，係啊。咁所以而家你話仲去買平安 call 咧，得48蚊紙。好啊，咁。哇！喺不停咁走好倉喎。你係啊，食糊啊嘛，食升咗咁多，我哋呢個都其實今日上嘅，都已經價內8% 啦。唔緊要啊，好啊。係啊，呢度27602啊。27602，個女又冇筆水回啲先入，呢個時候就諗啦，好啦，我當今日唔係，我當今日待住先，或者今日衝咗一波先，跟住放完假翻嚟睇下冇筆水係咩環境，因為冇筆水唔一定話會回啊嘛。你之前咧，大家好興講話，冇筆水就會夾噶啦，咁而家有筆水夾到爆，調翻轉頭咁諗，咁翻到嚟係咪真係冇筆水嘅時間就會回軟？咁上下又為你買咧，如果冇啊，繼續破頂，你追唔追咧？點樣追法咧？如果回咗落嚟，邊個位去買咧？即係呢一樣嘢，放假嗰一日啊，國慶啊，唱完國歌之後，可以開始去諗下呢一樣嘢，諗下我係咪真係係點樣翻到嚟？如果發生咩事，我會相應地點樣去部署啦？咁啊出出入入一定錯，就堅定向上，所以就係炒衍生工具係得嘅，但係正股加衍生工具咯。即係你有啲正股喺度咯，你有啲正股係冇乜你基本上都唔會喐噶啦。個市如果個平均值都有19000點或者20000點嘅，咁呢啲正股我繼續坐喺度都冇問題嘅，係咁樣諗咯。咁平安 call 係今日啲內銀股都有啲回翻落嚟，939啊、3968啊嗰啲回翻落嚟啊，係啊，係啊，大家喺度諗啊嘛，你讓利啊，讓難啊，就話正。正式測會收窄咗咯，就影響佢嘅利潤空間啊。係，係啊。我覺得最緊要唔係呢一樣嘢，而令到佢哋唔係好升。最緊要唔係讓利，係人都知道你要讓利，讓梗噶啦。唔使讓利就唔係內銀啦。咁最大嘅問題就係因為大家唔需要去收咁多息，或者我唔想咁耐啊，要坐咁耐。我將啲錢褪翻出嚟炒一啲冇息嘅有憧憬嘅嘢。所以他們這一轉才不升，就多過他們因為要讓利，因為有內房的政策，因為有其他東西而令到他們不升。所以你說939那些，你想長揸的或者已經有的，不用加的了，繼續keep住先了。你這一轉去追一些939的call，就真的不用追正股，追call了，追call了，看你什麼時候一起走金融股，你就有2318了，就追一些939了，是這樣而已。好啊。939呢一隻咧就12%價外啦，實際杠杆9.8倍嘅，喺明年3月份到期嘅25100。如果而家要追揾啲歷史新高，完全冇蟹貨先容易升咧，咁揾唔到404 not fine。你根本第一好啦，3.90
我 call 嗰陣時122，而家170幾，我130幾走。你要去中間嗰橛啊，使乜你去有冇蟹貨啫？啲蟹貨一路沽，我總之你沽一股，我買夠兩股，咁呢個咪購買力咯。嗯，已經唔係以前嗰種，因為以往係講緊千幾億成交嘅啫嘛。係啊。你今日一日玩4日成交。係啊。當你一日玩4日成交，你如果一路喺度踢緊佢新高嘅，完全唔係話有冇蟹貨嗰樣嘢。你有蟹貨，你攞曬嚟啊！你要我總之我就收曬你啲貨，咁你先至有一個持續嘅升幅喺度噶嘛。但係呢件事玩咗幾耐，我唔知道。好啊，終於有人問996日啦。係，其實一開波都有人講嘅。係國慶前嘅最後一日部署啊，996日點睇啊？而家入去仲算唔算遲啊？哇！而家入去算唔算遲啊？係啊，仲有啲唔夠嚇。你真係要咁搏命而家入去嘅話，就係、是、今日嘅低撈直接止蝕㗎啦。今日低撈473，473，因為佢係最慢反應嗰只嚟㗎，一派消費券，啲餐飲狂夾3690狂夾，跟住9961係去到11:00-12:00先至夾，幾好等埋你。跟住之後夜晚 TCOM 再升，佢係咁樣，然後佢係最後尾追得翻上嚟嗰個。嗯，好啊。不過冇噶啦，只輪5.9都冇得講啊，因為9961.59啊嘛。係啊，國慶前最後嘅部署咯，25958啊，呢個行使價480蚊，輕微間內嘅，咁實際槓杆5倍啊。259。雖然今日創新高，感覺好似慢咗。永遠咧，睇下破唔破到500咯。而家去到最高499啊！唔係最高501蚊嚇，已經去到啦。哦，sorry，我哋都有延遲。499.2，而家做緊。哦，係啦，咁啊睇收唔收到59，因為咧5嚿水係轉跳價位嘅，大家記得㗎嘛，係嘛？因為200蚊就2毫子一格啊嘛，500蚊咧就係5毫子一格㗎啦，所以就會跳快咗嘅。你1蚊要跳兩嘢，同1蚊要跳5嘢。咁你咪照計咯，所以嗰陣時700由400幾炒上500幾嗰下係好快嘅，一上500就行得快咗好多嘅，因為價差闊咗嘛。嗯。所以好多時都中意炒呢啲轉跳價位，大家炒慣輪都知啊。炒慣輪就係你中意玩啲2毫子，跟住變成2.5毫，樓上一嘢行5格噶嘛。五格輪、10格輪，跟住之後冇啊，10格輪已經最頂榜啦。你幾毫子一隻，你1蚊一隻輪你都唔想買啦，係咪？咁啊，所以9961就望住咗473咯，少咗上個星期嗰種激情通常都係短暫，唔夠有激情咩？今日都成交額都幾高喎、啊。今日都有激情，都算有啦。算，即係你唔能夠下下都4000億、5000億咁嚟啊嘛。已經好好啦喎、啊。即係同埋嗰樣嘢就係、是。很多人都會 miss 收咗好多嘅個股，或者呢一段啊，好多隻我都追唔到啊，好多隻我都冇買到啦。係啦，與其睇不如試試衝咗嘢先啊嘛。咁啊，最多人睇咧就呢排咧，最後我哋講埋只1024，一定要講。我知你中意佢啊，但係你之前啊，我記得轉咗好有味，利申池有7002318正。係，我記得你之前話點解要炒快手咧？因為佢嘅波幅好大，但係而家隻隻都咁大喎，有時仲大過佢。所以就唔使睇佢啦。哦，所以你特登拎出嚟話係大家唔使睇啦，係嘛？因為大家係講緊嗰個國家政策憧憬啊嘛。而家國家好似唔係太扶持呢啲直播平台咯，係中意實體經濟多啲。係啦，唔中意小姐姐跳舞，又唔中意直播帶貨。係。係啦，佢希望刺激翻一啲實體經濟。咁我覺得都啱嘅。係咯，或者健康啲咯，個經濟會。其實全部一齊發展係最健康嘅，但係佢發展得慢啲，有少少發育不良。咁而家你走去買快手咧，其實好多時都源於一個心態。就係、是、哇！我咁多隻都未追到，我連百度都追唔到，我而家追快手得唔得啊？其實係非常之咁危險咯！你如果百度追唔到，你不如追翻百度；網易追唔到，不如追翻網易。你走去追快手，真係 support 佢嘅嘢唔係太多。嗯，好，百度都多人問嘅，百度可以俾一隻，我哋仲有一隻係格外嘅。6毫子 call 太貴，唔好咁啦。你冇得話因為6毫子隻 call 太貴，走去買隻5仙嘅 put 㗎嘛？咁要睇條款咋，因為佢就輕微價外同埋短身啲，所以就貴啲咯。但係你都係睇下個槓桿啊嘛。咦？
仲有啲先輪嘅嚟。係啊，我係啱啱先發覺呢個都唔錯喎。係九啱啱你用啊嘛，八仙二四四。嗱呢只平啊。八到而家$100+啊，等下先啊。好。九八八八，$107。嗯。冇喎，$100剪咯，照搏咯。佢博到幾多？幾時真係要走咧？如果百度有好消息，真係要走。每一次好消息都係下跌嘅開始啊！頂，同蘋果合作之後穿底，同 Tesla 合作之後穿底，唔好合作啦，自己搞啊！哇！中芯而家升咗13%喎。係。佢今日就係有消息咯，就係話支持國產啊嘛。嗯。就叫嗰啲國產企業要買翻中芯咯，支持佢咯。係，唔準買 Nvidia， Nvidia 嗰啲唔好。係啊。是啊，仲系淡啊，系啊，夾死咗啦！981，真系要追 call 咧，少少少住咯，系嘛？即系最冇信心系佢，即系如果你话追嘅话，你平安啊嗰啲，我真系有信心啲。即系仲要追嘅话，短炒或者见到嗱，中心食糊嘅速度比人哋快嘅，你见到食糊嘅豆快肥嘅啫。OK。係啦，26669啊，係啦，日股收市唔關事啊，港股關咩日股咩事啊？睇先啦，仲有好多盲毛如毛三大心勢仲未入場。呢一段咧，最後我哋講埋啦，因為咧好多人三大心勢冇入場咧，你俾我揀1000次咧，都係入咗場先。你入完場就冇三大心勢，入完場得贏輸。你輸咗你又得到個教訓，下次哦原來咁樣唔得嘅，咁我下次就唔會咁樣走去買。你但係入咗落去，哇！原來仲有一搏喎，你又有錢贏，咁咪試試去咯，係嘛？即係冇心大心細啊。係啊，不過就你注意嗰個注碼嘅控制咯，就唔好話咁重倉嘅。咁你亦都可以用翻啲衍生工具，就揸住個槓桿咯，就可以小資金大市場咁去部署會好啲嘅。嗯，係啊。9988追唔追得？去幾遠？如果追佢係幾遠？追佢我寧願買700嘅，其實即一路都係咁樣講，所以我一路都冇買過阿里巴巴。係啊，科指有冇 call？ 700上望幾多啊？你希望480咯。OK。keep 住先啦。嗯。得指數牛加9988正股加牛，其實冇問題嘅。你2000原來咧港股有2626隻股票2626，你中間有2000隻都係升嘅，唔通你2000隻都買到咩？你買到中到3-5隻，其實好叻豬噶啦。嗯。係啊。係牛市嘅味道。科指有冇 call 啊？暫時冇。OK， 唔緊要。係啦，咁啊，即係啱啱都講曬 ATM 啦，其實。係啊。大家要追嗰啲。科技嗰啲個股其實都有嘅，大隻嗰啲。喺個網站度就揾到翻嗰啲嘅個股啊嗰樣嘢噶啦。同埋一啲經濟數據啊。係。係啊。你唔夠正氣，真係。真係啊！你唔夠正氣，但係唔夠正氣升得多啲喎，真係好壞蛋。咁啊多謝曬喬飛啊！係唔客氣，咁都提下大家，咁星期五啦，美國嗰邊都會出 PCE 數據嘅，咁都睇下會唔會俾呢個減息，係啊，飛龍就睇下會唔會再俾呢個減息提供一啲支持咯。而家係冇人講美股啊，美股啲咩嚟啊？你翻曬嚟港股啊，即係嗰啲其實邊有固定嘅淡友同固定嘅好友，即係。唯有就係睇到個市動態 trading 係嘛？嘢係啊，係啊，啱啊，賺到錢或者係要變通啲嘅，係啊，應然個市況去調整自己嘅策略。嗯，咁啊，多謝曬喬飛，要問下 K Ho 有冇持有任何股份？好多謝曬，下次再傾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Thank you.